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我们现在人在宜兰，那么今天是台风来的前一天，我们要替各位试驾全新第四代的 Mazda2。那么从原厂表示，它这次预计将引进3种的车型，那么建议售价从65万元到75万元不等，那正式售价还要以实际发表为准。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是顶级款的车型，所以它在配备上，它在外观的配备、内装的配备都是最完整的。 首先，在外观方面，我们这次试驾的 Mazda2，它搭配了一个混动红，那这也是它的代表色，看起来非常的有精神。那么，在整个车头造型和之前最大的不同，之前它是一个比较大开口的设计，看起来很可爱的一个表情。不过，在这一次，它加入了混动的美学，让它看起来非常的锐利。包含它采用了混动之一的水箱护罩。那么，在下巴的部分，它也做出一个突出的造型，那看起来很像一个空力的套件。 比较特别是在两侧的头灯，它搭配的是 LED 的主灯，那这在这个级距的车型来讲是非常少见的配置。那么在 LED 的搭配呢，它的形状也非常像动物的瞳孔，所以看起来很有精神，非常有型。那么整体看起来，有人说这样的一个造型非常像愤怒鸟，一个向前冲刺的一个造型。 接着我们看到车侧部分，这一代的 Mazda2， 它在整个的车长、还有轴距、还有车高都有些许的放大。那么唯一不变的就是在整个车宽，这样的效果让它的车内空间表现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提升。在车窗的造型，它也用刻意压缩的一个形状，不过它在整个面积上并没有压缩的太小，所以在车内的视野还算是不错。 在车门钣金线条上面，它跟 Mazda3一样，它以一个动物奔跑的造型来做一个设计的出发点，让它看起来的车侧的线条是非常的动感的。后照镜的侧边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方向灯的一个指示。那么在顶级款的车型，它搭载的是16寸的铝圈，它的配胎是185/60/16，而在入门版它搭载的是15寸的铝圈。最后我们看到车尾部分，首先在最上方它有一个小型的尾翼。 那么它也整合了第3刹车灯，在后挡风玻璃上它有一个雨刷的配置。那么在两侧的尾灯采用都是传统的卤素灯泡，至于在下方也有雾灯的搭载。那么在保险杆的面积其实是蛮大的，那也营造出它有一个翘臀的感觉，那也比较利落。那么在车门板的右侧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名牌，它上面写 SkyActiv， 这代表了全新的 Mazda2 也采用 SkyActiv 的一个设计理念。 好，接着我们看到行李箱空间表现方面，首先它有一个电磁阀的开启，那么在开启之后，透过油压顶杆，它可以自己的升起来。那么其实这个后尾门的重量并不会太重，那么我想说，以女性车主来讲的话，她在开关并不会觉得太过于费力。至于在行李箱的开口面积其实是蛮大的，不过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的行李箱底板和整个开口的落差其实有点大的。 所以，如果你要拿大型的东西放到里面去，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费力。至于在一般的状况下，它的置入容积表现就还算蛮不错的。不过，如果你有要置入大型的物品的话，你可以透过两侧的拉杆来做60分离的椅背倾倒功能，让它的空间可以更加的延伸。 那么坐进车上以后，我们发现全新的 Mazda2， 它在整个中控台的设计非常具有个人化的风格，而且很有科技感。那么和之前比较温馨的一个设计是完全不同的走向。那么在中控台的冷气出风口，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一个非常类似于喷射机造型的一个设计，甚至在中间它有一个隐藏式的冷气出风口。那这是为了不要去破坏整个中控台的造型，算是蛮贴心、蛮具有巧思的一个设计。那么在内装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它运用了许多的硬质塑胶，不过它同时也搭配了很多的包含类似皮革的材质，而且它也具有非常精致的缝线。在下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冷气的空调旋钮。那么其实在这个中段的部分，我们发现它少了非常多的按键，因为它都将它整合在排挡杆后方的一个控制界面。 而且这个控制界面，其实你将你的一只手掌放在上面，你可以很容易的去做操纵，不用手去移来移去，它的直觉度是很好的。那这也是让整个中控台的造型可以更加的简洁简约。上方这组7寸的液晶触控屏幕，它包含了音讯、还有蓝牙，以及大家期待非常久的原厂导航系统。不过今天在我们的试驾车上面，它是一个测试版，目前原厂还在 debug 当中。 不过，相信不久之后，它马上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。而且这套系统，它在操作的直觉度、它的反应都是非常的不错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。那么在仪表板方面，它呈现的相当具有科技感。在中间这个环状，它是时速表。 那么在左边这个液晶资讯幕，它是转速表，还有它的里程。那么在右边这个资讯幕，它是油耗量，还有它的油表。方向盘是3幅式的设计，它在周遭用了很多皮革来包覆，包含它的缝线都是非常的精致。那么在左侧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快捷键，它包含了音响系统，还有蓝牙通讯都整合在这边。不过非常可惜的是，我们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并没有看到原厂的定速系统。 而在后方也没有的换挡拨片的搭载，头灯跟雨刷都是采用传统的手动启闭方式，不过它有一个 Push Start 的按键，那么这个功能是在全车系都有的配备。双前座椅采用的都是手动调整的功能，那么在椅面的材质，它采用的皮革还有布织布来做一个混搭，那包含它也有一些红色的饰条，看起来非常的运动化。 那么在乘坐起来的感觉，其实它在整个腰部的侧向支撑性表现其实还是蛮不错的。不过在大腿的两侧支撑性表现其实是有待于加强的。接着我们来看后排的乘坐表现。首先将前方调成我正常的坐姿，以我178公分的身高，我的膝部空间基本上我已经贴到前面的椅背了。那么我在头部空间大概也剩下一个指头的距离。其实以一个成年人要坐在 Mazda2 的后座来讲， 还是会有点辛苦。那么在中央凸起的面积其实有点偏大的，这可能是为了对应它在日本可能有4轮传动的车型。那么在中央扶手它也并没有搭载，所以其实 Mazda2 对于后排的成员的照顾其实还是蛮有限的。不过它还是有替小家庭来考量一下，因为它有搭配 Isofix 的儿童安全座椅固定扣，所以如果你家中有小朋友的话，你可以善用这个设施。 在安全部分，我们今天所试驾的 Mazda2 顶级款，其实它就有相当完整的呈现。那包含了主动安全部分，它有循迹防滑、车身动态稳定系统、ABS， 这些都是标准配备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，Mazda 这几年所非常推崇的 iActive Sense 这套安全系统，包含的车后盲点、主动刹车这些东西，都并没有来到台湾。那可能是因为加上去之后，它的车价势必会再垫高。 所以台湾消费者可能跟这套系统目前看来是无缘的。另外，在进阶的胎压侦测还有斜坡起步，它也都是标准配备。至于在被动安全部分，它包含了正向、侧向还有侧边气帘，一共6具。不过在入门款的车型上面，只有2具的一个搭载。 打开引擎盖 ，Mazda2 采用的是一具 1.5 升的 SkyActiv 引擎，它是直列4气缸自然进气、缸内直喷的一个搭配。那么它具有107匹的最大马力，产生在6000转；它的扭力有 14.2 公斤米，产生在4000转。其实这颗引擎它的体质相当的好。那么在 MX5 上面，它也有搭载这颗引擎，不过它的马力数据调教到了130匹，所以它这具引擎的潜力其实非常的高。 那么在 Mazda2 上面，它搭配的是6速的手自排变速系统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试驾的是全新的 Mazda2。那么其实当我一发动引擎，一踩下油门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它的油门踩踏非常的灵敏，就是你可以踩多少，它就给你多少。那我想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变速系统，它有6速的档位，而且它的换挡品质非常的迅速，那反应也非常的快，所以造就它在整个低速的起步反应是非常的好的。那这也相当有利于你在都会区的行驶，你常常走走停停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会感到非常的轻松。那么再来是方向盘的一个反应，其实它的转向反应是非常的精准，而且非常轻松，因为它采用一个电子式的方向盘。那我相信对很多女生朋友来讲，太重的方向盘可能会让她觉得开起来很有压力。可是，在 Mazda2 上面，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。 至于在整个减震筒的反应来说，其实 Mazda2 它带给你的是一个比较扎实的路感，那么其实有一点欧系车的味道。那么它的悬吊系统搭配的是前麦花臣、后扭力梁的一个设定。不过因为它在悬吊的几何它做了一些改变，所以它在整体的舒适度来说，它的操控性表现都有相当不错的呈现。那么其实，在我们今天到宜兰的过程当中，有走了一大段的高速公路。 那其实 Mazda2 这台小车，以往我们对于小车就觉得它很轻，那开起来会飘飘的。不过我们今天行经高速公路的时候，其实发现它的稳定性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，所以你开起来不会害怕，它的整个行路感都让你非常的有信心。 那么我们再来谈到整个车内的视野表现。其实 Mazda2 它为了迁就一个比较流畅的外形，所以它在整个车窗的上下的设计其实是比较偏窄的。不过好在它在两侧的一个 A 柱的设定，包含它的后照镜的支柱式的设计，都可以有效的去减少两侧的一个死角。那我相信对于女性驾驶或新手驾驶来讲， 它比较容易去看到两侧的一个状况，这样它开起来也会比较有信心。至于在隔音表现方面，其实 Mazda2 我觉得它在隔音工程还有进步的空间，因为包含它在整个轮胎滚动的噪音，它在防火墙的一个声响的处理，其实都还是有进步的空间。不过好在它在这具引擎的运转精致度是蛮不错的，所以当转速拉起来的时候，你并不会觉得它的引擎声非常的难听的。 其实是蛮顺畅、蛮悦耳的。如果你对动力有更进阶的需求的话，其实 Mazda2 也提供一个 Sport 模式。那么它的位置在排挡杆的后方有一个扳钮，你把它往前推一下，它就会进入 Sport 模式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它会允许你的引擎转速可以更往后延伸，它的换挡会比较迟滞一些，让你有更高的转速，有更好的出力，那么让你的整个加速表现可以更加的饱满。 经过今天的相处，其实我会很愿意推荐我身边周遭的女性朋友来选购 Mazda2，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市区灵活性，它在主被动安全的配备也算是蛮完善的。重点是它在内装的一个组装品质也非常的好。那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我想大概在售价的部分，我希望在正式发表的时候 ，Mazda Taiwan 能够将售价定得比较亲民一点，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台车子。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，下次再见。